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耀西岛四之一关喽，四之一关，哎呦，四之一关呢，哦，那我们超级玛丽，小玛丽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呀比 ，Go Go Go 玛丽 ，Go Go Mario， 哦哦，等等。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这一关活脱脱就是马里奥世界嘛！我一直感觉不像耀西岛了，感觉就像马里奥世界，有没有？还有香菇，哎呦，香菇这么硬哦！哎呦，只能踩扁踩扁还能走这怪怪的哦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那我踩你干嘛？浪费我的时间。可以吃乌龟也可以吃。耀西真的超神的，我觉得耀西超神的。乌龟都可以吃。吃吃。吐吐吐。等一下。好可惜哦。那个是不是会加你命啊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就会加命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哦，好像以前就有这种设计了。吐，没事，都没事发生，很好。吐，这一关，这一关好多水管哦。到底可不可以钻啊？好像都不行。刚才试了一下，都不行钻嘛。这么辛苦，都钻不进去啊，都钻不进去啊，啊，都钻不进去。这个钻得进去吗？钻不进去。这个嘞？我吐乌龟壳的功力越来越高了。那我怎么上去？上不去了，怎么办？吐了乌龟壳怎么用？不，这样不对。好难打哦。还要靠这种反弹技巧。过了，耶！不是对手。这个可以下去，好神哦。哎呦，又是莫名其妙的虚空，还有小鬼躲在这个。我在这个钻石旁边，这个叫钻石吗？水晶钻石旁边。小鬼，真的有小鬼。不，怎么会躲在那？呀嘿，我就这么死了。够够吗绿哦，这一关非常邪恶。好邪恶哦，邪恶的关卡。邪恶的关卡，我以为我有看到，它藏得超隐秘的。不，可恶，好恨哦，我恨啊。呦，来，我来试看看。加好几命加两命。后面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里原来可以加两命可是我小玛丽刚刚离我远去，我刚才要专注在那个他能不能加命中的时候就把小玛丽抛弃了。要七要这么多命干嘛啦？我的命还不够多吗？大家觉得我的命还不够多吗？我现在都70几命呢。下不去。我等一下一定要跑上去。等等。上来了。上来没屁用。我真不晓得我上来干嘛的。真的，真的不晓得上来干嘛的。可恶。不。小玛丽不要跑，不要离我远去。小玛丽要走呀。
可恶，可恶！真是太可恶了！哦，刚刚好紧张啊！呀，这次要特别小心，舌头一直吐。哎，舌头一直吐。哎，这里，哎哦，到底藏在哪里啊？哦，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个小鬼？他们用小鬼换我的小玛丽，这太邪恶了！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这里没有。呀，噔噔噔噔噔，又加一面了。哎，上面又有，上面有什么？又有什么神奇的东西？哎，哦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，哦，有哎，哦，谁会注意到啊？这太邪恶了，这太邪恶了。哎，又有哎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你们有看清楚吗？本来这里躲了一个小鬼，要抢我，要偷走我的小玛丽耶。哦，你们太邪恶喽，太邪恶喽，这一关邪恶哦。啊，邪恶的关卡，竟然用这一招偷走我的玛丽，这样不对啊，这样不对啊，你们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喂，吐，哎，吐进去了、欸，哦，超神，我超神，我真不晓得这句话是从谁说出来的、啊，就是什么我，哦，你看我好神，什么东西啊，从来不会说自己很神，哎、欸，刚刚好像是讲了，哎、欸，哦。哎、欸，小鬼不要跑！那个小鬼好像是打到会有金币啊，然后哎、欸，多打就多金币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又加一面了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现在大家知道那个小鬼的功用了吧？哦，我花了好多好多次才探寻出这个秘密啊，就是那个会闪烁的小鬼，你就一直拿蛋打他，打久了就会跳命出来了啦。就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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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命就不停的从天上掉下来啊！哦，非常的爽快，非常的爽，非常的爽，非常的爽快。那来吧，我想知道上面有什么秘密。哦，就一颗红金币哦，从这边也可以来哦。又来了，小玛丽，你又离我远去了。哦，哦。哦哦，这太恐怖了！哦哦，不是 Go Go Mario 吗？怎么会搞得那么惊险呢？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！我今天怎么一直在尖叫啊？哎，然后玛丽一直离我远去，然后一直尖叫。不停的尖叫，玛丽不停的离我远去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一关怎么玩成这样啊？都没有轻松悠哉的办法吗？下面有什么？哎、欸，咚咚咚咚，还好我有下来看一下。嘣，这也是过关吗？哎、欸，冰西瓜一颗，冰西瓜干嘛？哦，哦，乌龟，乌龟你。刚刚穿上壳子哎，不要不要，耶、yeah,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用冰西瓜哦，用冰西瓜打你，哎、欸、没有了，我太浪费了，应该在这边才要用冰西瓜才对的，我都浪费在那边了。好了，不管了，走了走了，干嘛陪你们在这边混？噔噔噔噔，哎呦，前面又是什么？耶、yeah, ，存档点，好，哎、欸，跳上去，喂，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怎么会没有？照理讲要有啊，各位观众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这里没有就不正常，这里没有实在太不正常了。呀、yeah, ，哦，咦，哦，那下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我觉得怪怪的，大家我吐一下看，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哎，没事发生、欸，哎。哎呦哎呦，这边要醉了！你们看到这个毛球，而且这边比一只七还更恐怖哎！醉的时候会掉入虚空哎！哎，吐吐吐！呜、哦！喂、哎，哎不，要醉了！耀西你醉了！耀西又活在醉生梦死中了！哦哦不！哦，刚刚太恐怖了！不行，我不能再这样迷茫下去了。那个一命一命就算了咯，我不能为了吃命然后就死啊！哦，这里太恐怖了，哎、欸，不能醉生梦死啊！这里千万不能醉生梦死啊！
哎，吐！哦哦哦不！我没有醉生梦死，还是死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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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啊，要快速通过了。再这样混下去，观众又会说我拖台前啊，都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有没有？那个，哎呀，醉生梦死就等于醉生梦死啊，醉生梦死照样要破。哎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哦哦哦，耀西你是最强的，你现在打醉拳，打醉拳，有没有？我不，我不。哦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？现在什么情况？哦哦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哦哦，哎，累格了，累格了。哦哦哦，哦，又回来了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哦，不要再迷茫了啦。哦哦，想不到我终于突破了。那个醉生梦死的境界，下面真的不可以下去吗？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走吧。哦，我们突破醉生梦死了。哦，好恐怖哦，全程都好紧张哦，我是好紧张啊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？我全程，哎、欸、哦哎、欸、哦哎、欸、哦哎、欸，又有了，又有这个，意义不明。哎、欸，哦，能下去吗？这个能下去吗？不行。那我们继续吧，看一下说明专说什么。十一颗超级星星变成超级马力哦，按 B 能撞，按 A 能飘，能沿着墙壁跑，你是无敌的。哎、欸，这说明专不是讲过了？为什么要讲再讲一次？嗯，为什么再讲一次啦？你搞我讲啊，来了，哎、欸，超级马力哦，咚咚咚，哦哦哦，超级马力哦，哦，哦，这超级马力哦，哦哦，有没有看到飞檐走壁？哦哦哦，无敌无敌啊！无敌啊！哦，我是无敌的！啊啊，滚啊滚啊！哦哦，这个都不放在眼里耶！喂不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！呀！哦，怎么这么懂哎？不不，呜、哦，等等等等，这里的蜜蜂怎么回事啊？等等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一百分了，我往回走干嘛啦？哦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等一下碰到你们，又没有一百分了。哦哦哦哦哦，赶快赶快赶快！哎、欸，过关了呀！哦，我刚才走回头路就是不对的选择。耶，花花中花花了，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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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耶！变身成超级玛丽，超级小玛丽。顺利过关100分，哦，最后还要飘，连飘好几次，吃到最后三颗红金币，哎，苦哦，哦，这一招不是谁都会的，哈哈哈哈，这招可不是谁都会，哎，卡片配对，哎，成功配对的卡片，你将获得卡片上的道具，记住，你只有两次失败的机会，哦，要卡片配对，哎，哎，我就专门记20颗星星和10颗星星的，哎哎，好，那其他都浮云啊，其他我都不在乎啊。那我都记住了这一个嘛，20颗星星，我最重要的就是20颗星星呐、啊，其他的我都没有记，其他的我都没有记啊。那个要全部翻完才有吗？还是有翻到的就有？是这样吗？其他我都没记耶，怎么办？其他都没记耶，其他我都忘光了耶，我只记星星而已耶，怎么办？只有星星才对我有吸引力耶，其他的都没有吸引力啊。那还有一次机会，怎么办？我没记住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一颗吗？旁边吗？哎、欸，猜中了、欸！哦，那上面这一颗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红西瓜，红哦哦哦哦，红西瓜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我打过这个啦！哎，可恶！那我到底有没有拿到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不管了啦，反正我100分了，没有拿到再去前面拿嘛。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破42。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大家拜拜。